On March 10, 2019, after her latest meditation retreat for our world, our beloved Supreme Master Qinghai addressed our fellow Kuan Yin spiritual practitioners at the New Land in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She explained that after recently seeing a video clip of a mother cow chasing after her baby calves who were being taken away, she immediately went into retreat for the animals. Master described the distressing video she saw. 两个很壮的男孩子去那个农场那边，有许多牛啊，牛在那边在一起，刚好吃东西了，吃草。他们来把那两个小小牛的baby，那个小孩子的，把它丢在车上，他们的车后面有空的嘛，我丢在里面两个。哦，他的妈妈在后面跟着跑，哭了要死了。 是，我看好心都脆掉了，我在那边喊得很大声，我是停止这些了，没有人受得了。万一是你呢？我看到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被带走一样那种感觉，哇，好像心的好脆，好受不了。我在那边一个人哭闹在那里，真的是受不了。没有人看到那个情况能够受得了的。 没有人看到那种情况，就不想自己在那里，然后把那两只牛带下来，懂不懂？我是卖下来的，看到妈妈那个样子，伤心，跟着那部车，一直哭得很大声啊，连上帝也会听得到。我恨不得自己在场，懂不懂？马上处理，帮助那个小妈妈，那个无助的、无权利、无能的那个。 牛的妈妈，听懂吗？哎呀，想象你自己的小孩子突然有人来有权利有力量，就把你小孩子这样子丢在车上带走，根本没有跟你讲一声，没有考虑到你那个心脏，不管狗或是人，谁都一样有感觉，对自己家庭又有感情，听懂吗？这样子随便带小孩走，然后妈妈跟着那个那部车一直跟着一直哭。 好无辜啊，懂不懂？无辜无助无能，跟着那部跟着跑得很快，跟着那部车怎么能跑跟车子一样快吗？跑了就吹那部车，一边走边哭呢。天上地下都会听得到了，所以我那一天我不管有什么工作了，我全部丢下来，闭关为了动物的，多增加那个19分的那个素食的全世界。 不是能够马上就一起洗掉了，误打就几天，只能贡献多19分而已，素食素食的，整个世界影响整个世界19分。Master also encouraged all our fellow practitioners to selflessly meditate more. 你们要多打坐了，不是为自己而已 ，OK？ 不要想着自己那么多了，解脱不管了 ，OK？ 要多打坐，为了众生，好吗？ 要帮一个忙，帮师傅一个忙 ，OK？ 不然我一天到晚哭闹也没用了。In addition, our most gracious master spoke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true monks and nuns,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sincere offerings before we eat, caring for those who are homeless, and advised to avoid the 5 pungent roots such as garlic, onions, leeks, scallions, and chives, as they have an adverse effect on our meditation. 出家人哈，真正的出家人，他们可以解脱的。啊，如果他们真的持戒禁足，吃一天一餐，然后不沾那些 silk， 是啊，也不喝奶等等。 那没有跟动物有关的，真正的走路也要看地上会不会弄到昆虫。真正的听释迦牟尼佛那些戒律的，还有他的教导的话，可以解脱的，超三界了。不过不一定能够到第五界，不过到超三界已经 OK 了。然后在那边慢慢来，诸佛会教导，然后慢慢来会上第五界。
还有你们吃饭的时候要供养所谓的所有的名字，三代的名字 OK， 过去现在未来，佛意思说名字就对了。如果是佛教，就是我们供养所有的十方三世佛诚心供养的话，你们就没有见了，没见世界了。佛加持过的名字加持过的我们就吃了。要供养，因为我们要孝顺，要感恩，要诚心供养 OK。 那你们看到出家人，如果看到需要的话要供养，还有一些流浪汉，有一些也是出家人的，他们不想留在寺庙，或是不想跟谁有关，所以才当流浪汉，最少十七个顺便讲这个事情我本来出来也是为了他们我要跟大家说了，所有的中心能收容谁你们就收容谁。他们吃了一天一两餐而已，懂不懂几套衣服，如果你们不能买，你们就旧的衣服弄给他们穿，保温保暖，有一个地方给他们住，不要看不起人家。要带进来的话要尊重，要保护，跟自己的人一样。如果不能的，哪个地方不能或是什么人，你们不要就送到西湖给我照顾。我们国家很富有，不过所以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同胞受苦了，流浪在外衣服不够穿，饭菜不够吃，这样子 不对了 OK。 那我们同修很多嘛一两个收一个，就很快就不见了不过有一些人他就喜欢自由自在，那你是看看说服他说你还是要进去保重身体然后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也不是为了控制你就是跟我们只有世俗而已会习惯 OK， 保护他们，懂不懂？讲过了，那大家回去照顾流浪汉 OK 哈。而且我已经讲过了，你们在家里我不能管了。我们今天就讲不要吃那个洋葱大蒜还有类似的，懂吗？那个 五腥味那个不能吃，我有列过，包括那些他们家庭的，懂吗？他们亲戚朋友的，真正的有影响。不过你们大概不知道，认为 OK，我也不是说很严格了，那个也不是算杀生什么，不过对自己，比方说来这边想打禅的话，对自己不好，打坐不稳还有那种杂念，还有那种什么身体的那种情欲的念头，还有那种阴气，那种阴气也跑到你们那边来。我不是开玩笑的，真正的是这样。如果你在家里，因为你煮一点洋葱什么，然后你跑东跑西，你有自己家庭，你没有觉得，懂吗？如果打禅或是坐静下来几天，就会他会攻击哦，马上。洋葱蒜他们的品质是这样他们自然是这样OK 呢？就跟有一些毒药嘛，看起来没什么，吃就死了品质不一样 OK。不要吃那些，来这边的话不要煮给我们吃会伤害别人伤到师父，而且对你自己修行不好就对了。 Master even shared the number of heavenly realms she just transcended。 最近闭关的时候每天每天挂二十几个境界，二十几个新的境界。With humility and our utmost respect, we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our most precious Master for selflessly giving as much time and energy as possible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all beings, tenderly and lovingly elevating our world into a more noble and benevolent existence. In the mighty heaven's grace, may Master always be healthy and forever protected and embraced in universal love. For the full broadcast of this lecture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please tune in to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at a later date.